这破镇子也快憋死了，还不如离开这出去闯闯。你说我从小就跟他屁股后面学，到现在也不全都教给我。我要出去。你这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这还看不明白吗？罪犯难用了。陈丽的钱不经花。马上。刚回来要走了，什么时候行？教他，就等于让他走我的老路。不要让简三受同样的苦，走同样的路。希望他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妈，谢谢。